每天都蛮习惯早起的，我大概早上4点半我就会起床，5点出门，所以我每天都在5点半以前我就来到医院，5点半左右我就会在护理站开始我一天的工作，因为我希望说主治医师来查房的时候，他光看一个体温单，他就可以一目了然。每次主治医师来查房的时候，我都把所有的资料都弄齐全，所以主治医师一来，就是跟着查房就非常的轻省。主治医师想要什么答案，我就可以马上回复他。立青在我们彰基服务已经有28年，而且他在我们小儿科也当了14年的儿科的专科护理师，我最放心的是把我的病人交给他来照顾，最让我佩服的是他每一天早上大概清晨5点半就到达医院上班，我大部分都在7点以前就到达医院，那个时候他已经在病房在那里工作。而且立青他到达医院以后是先做灵修，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而且他常常为那个病人来做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主耶稣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每天都住在我的心里面，垂听我的祷告，做我生命的主人。主，我要为今天的工作来献上祷告，求主耶稣能够帮助我，让我今天的工作尽多平安顺利，让我工作是精神有果效，把病人照顾好。主耶稣，你也是我的病人，你能受到他的祝福，让他的疾病都得着医治。谢谢耶稣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跟立青姐认识大概10几年前吧，就是有那个得胜者义工的活动，后来跟立青姐的接触比较多以后，就会听到立青姐的一些分享，真的很难想象有人5点多就会到医院，然后礼拜天又要提早到医院来准备隔天要给 VS 查房的资料，这对我来讲我真的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，然后就因为这些因素让我觉得说我应该要把他的故事写出来，让更多的主管知道说，哦，医院有这么多人默默的在为医院付出。他今天的呼吸状况怎样？就大概30、32下 ，aspiration 都100。在礼拜天都会有一些病人出院，我也会礼拜天傍晚就跑来医院，一方面把礼拜天的病例、出院的病例整理完，了解一下目前我手上的病人有多少个，他们各是什么样的病人，我每一本病例我都会去查过。甚至有时候同事看到我对我的病人有什么 complain 或者是需要我去看的，我就会去看，所以这样也无形之间也是减少了一些纠纷。
立信姐哈，她一直都是我非常钦佩的学姐哈，她对工作非常的有热忱，而且又很热心哈。那这么多年来哈，其实从来都没有听过她在抱怨说工作量太大或者是太忙这种情形。那这么多年了，每次看到她都是最早到医院的哈，那也工作非常的细心谨慎，然后也都很有爱心，那做事非常有条理。记忆中哈。我们刚进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住院医师，然后后来总医师，然后其实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守规矩的人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当总医的时候，我们都非常的兢兢业业，怕我们有犯错被他抓到这样，所以我们总医师之间都戏称他是我们的纠察队这样。他是一个很要求自己的人，而且会希望大家都跟他一样为医院付出，为病人付出。棒哦，哈，你很棒。等一下一变魔术给你看好不好？行。好了。我认识丽青姐已经快18年了，我觉得她对护理的热爱一直都没有改变。他的技术也是超厉害的，不管打针抽血，他只要一针就见血了，3秒钟就 OK 了。记得以前在加护病房的时候，如果是烫伤病房的小朋友，他因为烫伤程度比较厉害，只剩下单手或单脚，这时候找丽青姐就对了。杨凯基本上他不是我的病人，然后每一次主治医师来查房，就一直为了这个他的烧一直不退，每天都是挂非常高烧，一直到上个礼拜六，突然间就有一个声音进来，似乎是我的上帝告诉我，你去为他祷告，你去为他祷告。所以我就想说啊，请他的住院医师来跟妈妈谈看看，他愿不愿意让我来为他祷告。那妈妈二话不说就说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所以我礼拜六那一天为杨凯祷告，那我们当然是很诚心的祷告，那相信的人就会得着，祷告的力量真的非常大，我们的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，所以他果真从那一天下午开始到现在就没有发烧了。他是在那个4月10号住进来，那因为一直高烧嘛，都到39、40度，然后进来之后发现是肺炎，然后又转到交病房去，然后又转上，一直都高烧不退。上个礼拜整整一个礼拜，等于都在39、40度。那因为丽青姐不是他的病人，但是他很无私，他透过我的那个住院医师告诉我说。介不介意丽青姐帮我们做祷告？其实我们完全都不介意，因为任何可以帮助他，天下父母心，看到小孩子这样，其实我相信没有一个父母心里是什么。那他很无私的帮助我们，当天下午一祷告完，那一天隔天烧马上就退了，一直渐渐平稳到这一天，到今天。那他假日休息的时候，他甚至假日都还来变魔术给听。甚至也还来帮他祷告，在家里他也每天都帮他祷告，我很感谢他，因为如果没有他，我们真的太无助的时候不知道要怎么办，所以我很感谢丽青姐，也很感谢上帝，他还给我一个健康儿子，也很谢谢上帝。是一个很规律、很执着、很认真的一个人，规律的读经、祷告、亲近神，分享他个人的见证。每个礼拜天，他按时候的去主日，按着时间去小组聚会。就在这些规律的
信仰生活当中，他不断的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。其实我每一天，我都除了照顾我的15床病人以外，我都一定会接到一些电话，求救的电话。本来是11、12点才能回家的，祷告之后，我后来都是格外的清醒，很快就弄上。短短的2、3个月，很明显的，我就可以准时5点半下班。信主之后，让我个性改变非常的大，连我的家人都感受得到，我的个性改变了很多。所以虽然他们是拜拜的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阻挡过我去教会，也没有阻挡过我去小组，反而很支持我，真的很感谢上帝看顾我的家人，也看顾我。我们的上帝真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，是非常慈爱的上帝。有没有东西？空盒子没有。没有，对不对？那么拔一根头发可以吗？丢进来，这个好了。哇，空子。好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好。我学魔术到目前为止3年多，学魔术最大的意义就是，让我在工作当中，可以表演给小病患看。然后他们虽然生病很痛苦，但是从我的魔术表演当中可以忘记痛苦，然后得到欢笑，是很值得的。虽然学魔术是还蛮辛苦的，但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。